二十大的召开，以及把所有的私有制彻底给你变质，和以各种罪名把老板抓起来，塞进自己的人，像京东，习近平一定会把所有中国私有制消灭掉。我们用自残的方式，让美帝国主义让他们经济倒下来，让美国的股市、汇市双双倒下。